好，我是小凤，我是小肖。今天小肖要去整头发，我陪他去。你去染个颜色是不是嘛？对，还帮你化剪短，我实在看不惯那种发型。然后我是主要是他说请我，请我洗头发，我就激动了，我说要得嘛，我就被洗那个洗头发给又收买了。我们等下去找个洗头发店，没来过，没去过，所以说我们去找一下。好吃的，感谢我妹妹。今天能安逸没有？今晚上安逸巴适。现在我们两个。